亲自点菜，张跟素没有打包带走，反倒在开放式的店家一屁股坐下，与工作人员一起大快朵颐，一口接一口。他吃得开心，一旁的粉丝陪吃也跟着兴奋。从台湾夜店到台式小吃，张根硕从玩台湾年轻人流行的到吃传统道地的好滋味，全都不放过。只能说他。